哇，这几个动作很多朋友都已经跳得满身大汗了哈，但是也有些朋友没有动起来哦哈，拍谁啦，他们不好意思了哈。我们这些朋友很多朋友都有买到好书，对不对？买到我们这本书叫做《精瘦》，麦克风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拿手麦会比较大声一点。来，老师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其实刚才老师有说了一件事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一个动作都可以瘦三个地方。三 以上的地方，而且流汗一定要瘦到，不然都做心酸的。对，真的。所以我们真的在运动的时候啊，除了流汗之外，也要真的有那个效果。对，要雕塑到。这一定要，我们这个要活就要动，所以我们要瘦身，也要瘦得又漂亮。这本书叫做《精瘦美》，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课程，大家可以一起来上。但是你不要担心说哦，上课好无聊。我已经在上课的时候，已经上学的时候，已经上很多课了。不无聊，因为我的设计。 把Kimiko老师带回家，太棒了！你知道吗？我们在那个女人我最大节目当中，经常看到你啊，都会教一些女明星一些动作啊，怎么瘦啊，吃了大餐之后要动哪一些地方，动哪一个角度啊。我们光在电视机前面看着老师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跟着做都觉得说天哪，好酸，这里就是这里。对，今天现场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这里就可以瘦，真的，太厉害了，有没有瘦的感觉？有，太开心了。对。 对，光在那边叫，我自己就觉得丹田更有力气了。<笑>我叫的好累。<笑>你们这边都不叫我，好生气。没有，通常啊，我们都是在舞蹈教室啊。<笑>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，现在很多朋友都在，比如说现在高雄有好多好多的公园哦，大家可以一边哦，有没有跟着 Kimiko 老师的这个舞蹈教学一起来动？那需要早上5点才可以吗？没有，晚上也可以呀、啊，各个时间都可以呀、啊。好，我们来先送好礼物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刚才有位朋友答对了，说 Kimiko 老师那几公斤？ 54，但是看起来不要跟别人说，看起来又比54更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看起来体重才是重点。你不说80吗？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<笑>而且我真的有朋友，就是体重其实蛮重的，尤其男生。真的。男生可能有些朋友是80、90公斤，可是看起来就是好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<对>小兵如就最心酸的是啊，是我们要先送给他阿迪达的。 纪念T恤，好棒啊！掌声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大家开心最重要。好，老师刚才讲到一半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女生最心酸的啊，是不是瘦身很辛苦？嗯，是你都跟人家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节食好辛苦，我现在真的好可怜哦。对，然后我现在48公斤，然后旁边人就说骗笑哎这样子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女生，这想要瘦下来都会用错方法，以为少吃就会瘦，少吃也许会瘦，但是你只要一餐回来。 我跟你讲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下就我曾经有一个礼拜穿5公斤回来过，你怎么了？就是出国啊，很开心啊。每一桌都是大餐大肉啊。我这里面呢也有介绍大家，不管你前一天晚上吃咸酥鸡，嗯，今天下午要去吃下午茶，或是泰式料理，或是明天就出国，对，我都可以就。而且其实有些动作你并不需要说一定要到舞蹈教室练，在家里面可以练，在你房间可以练，在你的办公桌也可以练习。 真的，而且练得还招桃花。没错，而且老师有说，瘦下来要瘦得漂亮才是重要。<笑>而且其实我觉得看 Kimiko 老师的舞蹈动作，甚至可以让我们女性朋友、男性朋友嘛，女生更加的漂亮，男生更有魅力。对。而且更加上就是你的仪态可以更加的漂亮。对。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侧面的朋友也有看到说 ，Kimiko 老师在跳舞的时候啊，他会注意缩小腹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然后挺胸。对，没有，我是说要挺胸，对不对？那些动作非常非常的棒，我们再次给 Kimiko 老师掌声鼓励鼓励，好厉害！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来考试来验收了，我们特别可不可以征求啊？现场有没有勇于上台跟 Kimiko 老师来尬舞的有没有？或者是说老师教你舞蹈，你愿意上来，我们呢征求5位好不好？5位，不管是帅哥美女，让老师哎。 通常我们要花很多什么年费月费啊，或者是花很多钱才能够去上课的。现场有没有朋友愿意上来？好，第一位，第二位，好，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位，已经有5位美女。好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有一个帅哥，上台呢，我们就可以送上。要不要帅哥？帅哥是不是？好好，哪一位帅哥？好，1、2、3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Kimiko老师来好了。只能里面吗？外围的有没有人要上？外围也可以吗？好，外围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是等一下哦。 你要穿得上我们这一件哦，<笑><笑>没有，就是让你有机会穿上这一件，一定有机会。好，请上台，谢谢，美女帅哥一起来。好，所以刚才有几位了？几位？1、2、3、4、5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多一位好不好？一位帅哥，哪一位？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
哪边？那位先生是不是？好，请上台，快点，从这边钻进来好了，从这边钻进来。老师，我们这几位啊，哇，看起来身材本来就很棒了哈、哦。真的。对，但是其实女生最难瘦的地方，最多人问你说，老师我要怎么瘦？哪一些位置是最难瘦的？其实大家都想问我怎么大、欸。怎么大哦？你看，吸气，充气。小腹不要变大，大腿不要变大，因为大腿跟小腹很难受。对。然后女生又想要不要有副乳，可是有漂亮的胸型。没错。对。然后我就会说，我如果知道的话，那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啦、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要动。哎、欸，我觉得 Kimiko 老师好厉害。我前几个月都看他的资料哦。其实我们这个出版社很用心，给我好多资料。老师有曾经为了练舞练到那个脚的指甲，是真的吗？每个指甲都断掉过、哦、对对对，现在是重长出来的耶、嗯、好可怕。他是为了跳舞真的很热衷舞蹈，而且他现在把这些他的精华融汇成亚洲人最适合的一些舞蹈动作，对，最容易瘦下来，让你又不会运动错，用错方式，又让你可以真的达到你想要瘦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老师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教我们现场的朋友，这六位有一位帅哥，五位美女，要跟着老师一起动起来。哦、好，来老师来教学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唱歌没关系。对，可以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今天有点累。话不多说，刚刚有没有跟着我一起跳舞？有。那个让他们 PK 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大哥还醒着吗？还行吗？还行吗？你还行吗？你有一点累的感觉。还好。还好哈，没跳裤子还好。那可不可以音乐下就直接跳刚刚的舞步？或者是你自创也可以。对，然后好不好？教你感动。现场的欢呼声大声就送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一位一位上前哦。好，一位一位上前哦，不然大家都各挑一个方向，又不是小巨蛋。哦，对对对，又不是小巨蛋啊！这边的朋友，大家捧场一下下哈、哦。所以那个音乐直接来就好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，男士优先还是女生先？跟一起来哦，两位舞蹈老师来了。好，先看我们的老师示范。老师来哈，老师示范，一起来，我听到。耶、yeah ！好，来，把手借我们，台下的朋友现在手借我们喽。双手借给我。双手借我们的拍子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可以了。二，再次，开始。耶、yeah ！为了这开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喽。谁先上？哇，这边已经有了，尖叫，好厉害哦，加油，也可以 freestyle， 太厉害了。直接跟老师 PK 了、哦，速度非常快，太棒了！好，加油！好性感哦！耶！大家记得，所有的动作都从右边先开始。耶！这边的朋友把手借我们哦。今天现场这边要请到的是 Kimiko 老师，耶！把手借我们。今天现场呢，除了我们有现场舞蹈教学之外，我们还为大家再次推荐《金秀美》这本明星指定美型书。耶！第三位美女要往前喽，现在是舞蹈 PK 赛了啊！耶！哇，这位长发美女。他很厉害哦，耶！哦，他的肩膀很有力哦。但是跳舞要记得要用力做，也要懂得放松哦。耶！把手借我们拍手，打拍子。在馆内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来 ，Kimiko 老师在现场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第四位美女，请往前。Kimiko 老师的金秀美明星指定美型课，在舞台的正前方，金石堂有为大家准备。我们要变耶！台下的朋友可以一起动起来哦，跟不上动作没关系，打拍子也可以哦。
很多动作都是慢慢来的，耶、yeah! ！打拍子一起来，后面的朋友，耶、yeah! ！拍手。第五位美女，请往前。哇，大家都好勇敢哦！哎，现在，对对，今天她立马瘦三公斤，是。老师怎么了？看了四个了，可以自己来吗？自己来。可以吗？自己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一定可以的，好好好，不然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，耶！后面的朋友，一起来，右边先开始哦，耶！好厉害哦 ，Super Mo 打来了，耶！右边，左边，耶！男生不要害羞哦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男生来了，男生来了，男生来了，耶、yeah, ！一起来，后面的美女我们一起动好了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今天上课不用钱哦。掌声给我，把手举高，这边一起来。右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再次，啊哈！再次，再次，放松，呼吸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老师辛苦了，我好累哦。真的，没关系了，因为你会更瘦，而且瘦得非常的漂亮。所以我们不好意思，来，我们来颁奖。今天现场呢，有上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哈，我们老师有特别准备，哇，这个新梅姐 sponsor 的，好，谢谢。不是啦，后面的，后面跳得很卖力耶，好，来来来。那你们想要吗？想要吗？哎呀，下次就要勇敢一点点，颁奖！现场朋友再次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每位朋友都有哦。在我手上这一本呢，就是金明可老师的《金瘦美明星指定美型课》。那么在现场呢，有帮大家特别准备，我们再次给我们六位帅哥还有美女，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等一下，我们拍张大合照哦，一起来，我们后面的六位美女，好。我们做一下动作好了，好不好？做一下这个后面这个动作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来，今天就靠你了，对，就靠你了。对对对对，老师，动作指导，屁股对，啊，看近的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这边，看前面，看三百来了，好，跨超级，跨这边啦，跨这边这边，看这边这边这边，这边，对，你手上拿的是牛角面包吗？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。好开心啊！好，现场。